兰度用单掌撑着身子，以悲切的口吻说，恐怕我们要步上卡尔跟前任统领的后尘了。罗是一个突变种。这句话随即引起一阵不安，兰度不难想象，对面两个人一定立刻心跳加速。当曼金再度开口时，平稳的口气却一点儿也没有变。你是怎么知道的？只是我侄子怎么说的。不过，他曾经到过卡尔根。那是什么样的突变种呢？你要知道，突变种有好多种类呀。兰度勉力压下不耐烦的情绪。没错，曼金，突变种有好多种类，好多种类，可是罗却只有一个。什么样的突变种能这样的白手起家？先是聚集一股军队，据说最初只是在一颗直径8公里的小行星上建立据点，然后攻占一颗行星，接下来是一个星系，一个星区，然后开始进攻基地，并在侯利格击败基地舰队。这一切前后只有2-3年的时间。欧瓦·葛利耸了耸肩，所以你认为他终究会击败基地？我不知道，假如他真的做到了呢？抱歉，我可不想扯那么远，基地是不可能被打败的。听好，除了这个少不更事的孩子传来的消息，我们没有获悉任何新的进展。我建议把这件事儿暂且摆在一边，罗已经打了这么多场胜仗，在此之前我们一点儿也不操心，除非他打下大半个银河，我看不出何必改变我们目前这种态度，对不对？兰度皱起眉头，对方说的一堆歪理令他灰心。他对两人说，目前为止我们有没有跟罗做过任何接触？没有，两人齐声答道。其实我们曾经尝试过，对不对？其实除非我们跟他取得联系，召开这场大会并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其实目前为止，大家都是喝得多，想得少，说得多，做得少。我是引自今天拉多尔论坛报上的一篇评论，这都是因为我们无法联络到罗。两位先生，我们总共拥有近1000艘的星舰，只要时机一到，就能全体出动，一举攻下基地。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计划，我认为应该立刻把那1000艘星舰派出去对抗罗。你的意思是去帮助因德布尔那个暴君还有基地那帮吸血鬼吗？曼金带着恨意轻声追问。兰度不耐烦地举起手，请省略不必要的形容词，我只是说对抗罗，我不在乎是帮助谁。欧瓦·葛利站了起来。兰度，我不要跟这件事儿有任何牵扯。如果你迫不及待想进行政治自杀，今晚就可以向大会提出这个动议。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曼金沉默地跟在他后面。会场只剩下兰度一个人，他花了1个小时
不断思索着根本没有答案的问题。当天晚上的大会，他没有做任何发言。第二天一大早，欧瓦格利却冲进兰度的房间。当时这位欧瓦格利只随便披了一件衣服，胡子没有刮，头也没有梳。兰度刚刚吃完早餐，隔着餐桌的杯盘瞪着他，被他的狼狈模样吓了一跳，连手中的烟斗都抓不稳。欧瓦劈头粗声喊道，涅蒙遭到来自太空的奇袭。兰度眯起了眼睛，是基地吗？是罗！欧瓦拼命地吼道，然后一口气地说道，这是无故的蓄意的攻击，我们的舰队中大多数的星舰都已经加入国际联合舰队，留守的后备分遣队根本就兵力不足，全被打得无影无踪，他们目前还没有登陆，也许根本不会登陆，因为根据我接到的报告，对方也损失了半数的星舰。但这毕竟是战争，我来找你是想问你何文将采取什么立场。我肯定何文一定会固守联盟宪章的精神，但是你知道吗，他一样会攻击我们的。这个罗是个疯子，他能打败整个宇宙吗？他蹒跚地走到餐桌旁坐下，抓住兰度的手腕。我们极少数的生还者报告说，罗敌人拥有一种新式武器，一种核场抑制器。什么？一种什么？我们大多数的星舰都是因为核武器失灵才被打下来的，这种事儿不会是意外，也不会是遭到破坏，一定是罗的新武器造成的。这种新武器并不完美，时灵时不灵，也不难设法中和。我收到的紧急通知还不够详细，但你看得出来，这种武器会改变战争的面貌，还可能使我们整个舰队变成一堆废铁。兰度感到自己突然老了许多，他的脸垮下来，显得垂头丧气。只怕这头怪兽长大了，即将把我们全部吞噬，但我们必须跟他拼一拼。第十七章，声光琴。埃布林密斯的住宅坐落在端点市一个还算淳朴的社区，基地所有的知识分子、学者以及任何一个爱读书、爱看报的人对这间房子都不会陌生。不过大家的主观印象不尽相同，端视个人读到的报道出自何处。对于某位心思细腻的传记作家，他是从非学术的现实隐遁的象征。某位社会专栏作家曾经以一针见血的文字提到室内杂乱无章的可怕的雄性气氛。某位博士曾直率地描述他有书卷气，但很不整齐。某位与大学无缘的朋友则说，随时可以来喝一杯，你还能把脚放在沙发上。某位生性活泼、喜欢卖弄文采的美洲新闻播报员有一回提到离经叛道、激进粗野的埃布林密斯，他家的房间显得硬邦邦、实用而正经八百。此时贝泰自己也在心中评价着这座住宅。根据第一手资料，
他觉得邋遢是唯一的形容词儿。除了刚到基地那几天，他在拘留期间的待遇都还不错。相比较之下，在心理学家的家中等待半小时，似乎比那些日子还要难熬得多。或许有人正在暗中监视呢。至少他过去一直和都伦在一起。若不是马巨波垂下长鼻子，露出一副紧张得不得了的表情，这种压迫的气氛可能会令他更难过。马巨波并起细长的双腿，膝盖顶着尖尖的松弛的下巴，仿佛试着要让自己缩成一团儿，然后消失。贝泰自然而然地伸出手来，做了一个温柔的手势为他打气。马巨波愣了一愣，然后才露出微笑。毫无疑问，我亲爱的女士，似乎直到现在，我的身子还不肯相信我的脑子，总是以为别人还会伸手打我一顿。马巨波，你不用担心，有我跟你在一起，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小丑的目光悄悄地转向贝泰，又迅速缩回去。可是他们原先不让我跟您还有您的那位好心的丈夫在一块儿。此外，我想告诉您，您也许会笑我，可是失去了友情，我感到十分的寂寞。我不会笑你的，我也有这种感觉。小丑显得开朗多了，将膝盖抱得更紧。这个要来看我们的人，您还没有见过他吧？他以谨慎的口气问道。没错，不过他是名人，我曾经在新闻幕中看到过他，也听到过好些他的事情。马巨波，我想他是好人，他不会想伤害我们的。哦，是吗？小丑仍然坐立不安。亲爱的女士，也许您说的对，可是他以前曾经盘问过我，他的态度粗鲁，嗓门又大，令我忍不住发抖。他满口古怪的言语，所以对于他的问题，我使尽吃奶的力气也吐不出半个字。从前有个吟游诗人看我愣头愣脑的，就唬我说在这种紧张的时刻，心脏会塞到气管里，让人说不出话来。如今我几乎要相信他的话了。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两个应付他一个，他没办法把我们两个人都吓倒的，对不对？没错，我亲爱的女士。不知从哪儿传来了砰的一声关门声，接着是一阵咆哮逐渐逼近。当咆哮声到达门外时，凝聚成了粗暴的一句：银河呀，给我滚开这里！门口立即闪过两名穿着制服的警卫，一溜烟的就不见了。艾布林米斯皱着眉头走进房间，将一个仔细包装的东西放到地上，然后走过来跟贝泰随便地握了握手。贝泰则回敬以粗犷的男士的握手方式。
米斯转向小丑后，又不禁回头望了望贝泰，这次目光在他身上停住了许久。他问道：结婚了？是的，我们办过合法的手续。米斯顿了顿，又问：幸福吗？目前为止还好。米斯耸了耸肩，又转身面向马巨波。他打开了那包东西，问道：孩子，知道这是什么吗？马巨波立刻从座位中弹跳了出去，一把抓住了那个多见的乐器。他抚摸着上面无数的圆凸按键，突然兴奋地向后翻了一个筋斗，差点把旁边的家具都给撞坏了。他哇哇大叫道：哇，一把声光琴，而且制作的那么精致，能让死人都心花怒放。他细长的手指慢慢地温柔地抚摸着那个乐器，然后又轻快地划过键盘，手指轮流按下一个个按键，空气中便出现了柔和的蔷薇色的光辉，刚好充满每个人的视野。艾布里米斯说：好了，孩子，你说你会玩这种乐器，现在有机会了。不过你最好先调调音，这是我从一家博物馆里借出来的。然后米斯转身向贝泰说：据我所知，基地没有任何人会伺候这玩意儿。他靠近了一些，急促地说：没有你在场，小丑就不敢开口。你愿意帮我吗？贝泰点了点头。太好了，他的恐惧状态几乎已经定型。我怀疑他的精神耐力承受不了心灵探测器。如果我想从他那里得到任何讯息，必须先让他感到绝对的自在，你了解吗？贝泰又点了点头。这把声光琴是我计划中的第一步。他说他会演奏这种乐器。根据他现在的反应，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这玩意儿曾经带给他极大的快乐。所以，不论他演奏的是好还是坏，你都要显得很有兴趣，很欣赏。然后，你要对我表现出友善和信任。最重要的是，每件事儿都要看我的眼色行事。米斯很快地瞥了马巨波一眼，看到他正蜷缩在沙发的一角，迅速地调整着声光琴的内部机件，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米斯又像闲话家常般地对贝泰说：你听过声光琴的演奏吗？听过一次。贝泰也用很自然的口气说：是在一场珍奇乐器演奏会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啊，那我猜是因为表演的人不尽理想。如今几乎没有真正一流的演奏者了。比起其他的乐器，比如说多键盘钢琴，声光琴并不需要全身上下如何协调，反而需要某种灵巧的心智。接着他压低声音说：这就是为什么对面那个皮包骨
有可能演奏的比咱们想象中要好。过半数的出色演奏家，在其他方面简直都是白痴。心理学之所以这么有意思，正是因为这种古怪现象还真不少啊。他显然是想要制造轻松的气氛，又补充说道，你知道这个怪里怪气的东西是什么原理吗？我特地研究了一下，目前我得到的结论是，它产生的电磁辐射能直接刺激脑部的视觉中枢，根本不必触及视神经。事实上，就是制造出一种原本不存在的感觉。你仔细想想，这还真是挺神奇的呀。你平常听到的声音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外是经过耳骨耳蜗的作用。但是，嘘，他准备好了，请你踢一下那个开关，在黑暗中效果更好。在一片昏暗中，马巨波看起来只是一小团黑影，艾布林米斯则是带着浓重呼吸声的一大团。贝泰满心期待地瞪大眼睛，起初却什么也看不到，空气中只存在着细微纤弱的颤动，音阶毫无规律地越爬越高。他在极高处徘徊，音量陡然升高，然后猛扑下来，撞碎在地上，犹如纱窗外响起一声巨雷。随着四散迸溅的旋律，一个色彩变幻不定的小球渐渐长大，在半空中爆裂成众多不规则的团块，一起盘旋而上，然后迅速下落，如同相互交错的弧形的彩带。那些团块又凝聚成无数颗小珠子，每颗的色彩都不尽相同。这时候，贝泰开始看出一点名堂了。